老早，你这每天晚上都吃这个？别告诉瑞远啊，我不让他们吃方便面，我每天晚上吃方便面。没办法，一比赛吧，心情太紧张，所以吧，你就还是觉得吃点面条好。那你这营养也不够啊。哎呀，他说什么营养啊，就别饿肚子就行了啊。嗯，还是咱们家的方便面好吃。我真的每天晚上吃方便面，晚上放点榨菜，炸点酱豆腐。这每天晚上吃都不腻吗？嗯，舒服就行。回家吃榨菜啊。哦，还有一天，还有两天，我们回去吃榨菜。加油加油！好，回家吃榨菜，吃中餐喽。